醒你啊，可别大出火气来。杨铁梅可是凡人，要是把他打伤了，要再雷劈呀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堡主，请赐教。输了，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我可不记得我给过你什么承诺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堂堂一代堡主，居然不信守承诺，我也是长见识了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尽可以杀了我，想让我妥协，除非你把仙宝遗迹的千年玄冰给化了。你要是不杀我，我们仙宝的事就少掺和。你，哼，哎，你，这个老妖婆，哎，大哥怎么样？赢了吗？赢是赢了，但是比输了还不如。什么意思啊？央铁梅气还没消吗？他消没消气我不知道，但是把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回来，真是太憋气了。那个央铁梅就跟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似的，赌输了还赖账，还说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。我呸，遇到这种女人中的极品真是没办法。韩燕，那你也没办法了。既然她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，那么他就成为改变时局的绊脚石，必须搬开。这块绊脚石可真的不好搬，搬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绊倒。那也必须想办法破了它。连你都想用武力解决问题，这个央铁梅还是挺有实力的嘛。你不要随便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从来不认为以武力压制央铁梅能够解决问题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必须用非常手段。钟云飞他们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您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提早做好准备？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就不信他还真能把千年玄冰给化了。堡主英明。堡主，红雪师妹被您封了穴道，这时间长了怕会影响修为，您看您能不能先帮他把穴道解开啊？你就不怕他功力恢复之后偷偷去找丁晓峰吗？我相信红雪师妹经过这些事儿以后不敢再惹您生气了。你老实说，是不是真心喜欢红雪？堡主，这么多年我对红雪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，我是真的真心喜欢红雪的。好，
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我决定让你和红雪尽快成亲。多谢堡主。哼，不行，我绝不同意这门亲事。我现在就去找我娘说去。哎，师姐，师姐，你现在就算去找师父，师父也不会改变心意的。若是让我这样委屈嫁人，我宁愿去练那个双剑合璧，练一辈子。师姐，你不能自暴自弃啊。事到如今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要不，我帮你逃出仙堡吧，这样说不定还有一丝转机啊。怎么逃啊？我娘的风雪手法非同寻常，别人根本解不了。再说了，就算逃，我又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既然逃不掉，不如一死了之。呸呸呸！你说你连那样的剑法都拉得下脸去练，还怕什么别的困难呀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我知道一个人，他肯定能解你的穴。没想到这千年玄冰如此坚硬，大哥耗尽了灵力还是破不了它。要不我们再想别的办法，不能总跟这个玄冰较劲啊。哎，大哥，咱不能为了打个赌把命给丢了呀。让我再试试。哎，大哥，你过来。哼，有种你就过来。哎，看着啊，我这可是赤手空拳来的，不是来找事儿的。拔剑那个，别看了，就是你拔剑最快那个。有话快说。你快去叫柳道长来见我。你算哪根葱啊，柳道长可没空搭理你这小丫头。少废话，我和柳道长的关系可非同一般，你们要是敢得罪我，小心他收拾你们。哼，想用这么不靠谱的理由蒙事儿，没门儿。门儿都被你们几个傻蛋用来夹脑袋了，当然没门了。你别废话了，快去叫人，要是耽误了事儿，有你们倒大霉的。少跟我瞎扯，快滚回去。血魔，你蒙谁呢？哎，谁钱掉了？啊！人呢？那儿！血魔来了不着急，钱到了倒挺着急，出息！把这女骗子给我扔回去！哎哎哎，干嘛呀你？救命啊，非礼啊！哎，柳道长，柳道长，柳道长，他们欺负我！他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欺负！废话真多！什么？杨姑娘被逼婚？她宁愿去练双剑合璧，也不愿嫁给那个狄仁飞。二位道长，求你们帮帮我，一定要帮我把杨姑娘给救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救出杨姑娘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嗯，别着急，人是一定要救的，不过得想好该怎么救。这件事一定得考虑周全，
否则两派关系只会越来越僵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得救他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央姑娘被逼婚。那救出来又该怎么办呢？你能说服你爹让他留在南海派吗？就算你爹同意，央姑娘愿意留在这儿吗？到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只有再想办法帮他逃出蜀山。没想到这个事儿让你们这么难办。没事儿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嗯，啊，对了，那件事儿如何了？啊，我一直想着师姐的事儿，忘记告诉你了。那位药师亲口跟我说，确实有欢喜忧这么一种药材。那药师还说了，这欢喜忧不仅能治天下百病，而且能救人于危命。只是因为有能变换男女性别的副作用，所以一直没有人敢尝试。比之砒霜无之，无二哥之蜜糖啊。是啊，这王道长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嗯，我都替他高兴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那药师也说，这欢喜忧生长在地势险要的后山峰，经常有妖兽出没，普通人自然是不敢去的。若是想得到这棵草，恐怕道长得亲自去一趟了。哎，那是自然。刘姑娘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的。道长，你克制一点。哦，哎呀，那你想怎么感谢我呀？我……哎，你先别说，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那我先回仙堡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。感觉这个刘姑娘都快要以身相许了。切，我今儿心情好，不跟你搬件事。哎哎哎，刚听见了吗？我要恢复真身，变成男人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替你高兴。不过刚刚那个刘姑娘说仙草在后山峰，但是没说具体在哪儿啊。哼，就算把整座山翻过来，我也得找到她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找啊！哎，等会儿，大哥还在闭关恢复功力呢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，这局面就留给大哥一个人啊？哎呀，也是啊，那怎么办？算了，反正我迟早能变回真身，不能急于这一时。哎，央姑娘的事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们现在去找大哥，走，走。师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钟道长他们肯定有办法帮你渡过难关的。大师兄，我找红雪有话说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嗯。红雪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怕你被堡主责罚，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我，就帮我个忙。啊，你说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去跟我娘说，你不愿意跟我成亲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能违心的蒙骗堡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说的。
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心意相通的人一起铲除血魔吗？可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除魔未到，我义不容辞。可你我在那套剑法面前连第一步都迈不出，你以为结为夫妻就可以吗？我不管你爱不爱听，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话？我们之间除了这个目的以外，就没有一点别的情分了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武，当然有师兄妹的情分，可除此之外，我对你再无其他的感情。而且我不希望因为我娘做的这个错误的决定，就影响到你我之间兄妹情。为什么我们成亲就是错的？难道让你嫁给那个丁晓峰才是对的吗？你如果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红雪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只有那个丁晓峰，但是红心，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你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，就算为此注定你会恨我一辈子，我也一定要娶你。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想让两派联手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这鸭红雪要是像这条鱼一样就好了，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你这是杀生呢，还是放生呢？刘某冒昧了，还望姑娘不要见怪。想来道长是关心我而来，怎敢责备？既然姑娘知道我的来意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丁晓峰已为你安排好了住处，绝不会让你娘发现。不知姑娘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？请道长转告丁晓峰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我现在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也不愿意嫁给你师兄吗？我宁死也不会嫁给大师兄，但我也不会为了逃婚而接受南海派的帮助。这同样都是逃婚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在于，我若接受了南海派的帮助，就等同于背叛仙堡。可我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人、任何事情而成为宗门的叛徒。红雪姑娘，婚姻是你自己的人生大事，与宗门大义无关。况且，你只是暂时离开仙堡避避风头，并未归顺南海派，并不算是背叛师门啊。纵然道长说的有理，可我若是现在离开仙堡，还是要背负上不忠、不孝的骂名。啊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想不到这对母女都这么倔强固执，比那个什么千年玄冰还要难破。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试过将两派弟子相互配对，那我们又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奇迹呢？可我们怎么试呢？丁刚和央铁梅仇深似海，连撮合他们见面都难。既然他们不相见，那我们就逼他们见面。大师兄，你真的放弃了？我能理解，
杨姑娘的心情。宗门弟子的确是宁肯死，也不愿背上叛徒的罪名。嗨，这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？只要你胆子够大，肯定救得了杨姑娘。你有什么主意啊？你想想看，我们要是能把狄仁飞给打残了，打到他半身不遂，我看他还成什么亲。那我就杀了你丁晓峰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。原来无极剑是你偷的，要不是你无能，我又怎能到得了这无极剑？像你这样的窝囊废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红雪？大师兄，这贼人今天竟自己送上门了，别说是为了央姑娘，就算是为了无极剑，也休得放过他。我怎么会让红雪嫁给一个贼？今天你休想能活着离开南海派。我既然敢来，就有底气能杀了你。我不光要让你死，我还要让你死在这无极剑下。我要让你死得屈辱，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到活过来，再死一遍。你废话还真多呀你！停！哎，别追了，我一定要把无极剑给夺回来。这什么情况？放完狠话人就跑了，有毛病吧？我看有毛病的是你们两个，抓贼也得动动脑。所以啊，就算你把无极剑从狄仁飞手里抢回来，那央铁梅他可以耍无赖啊，到时候死不承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不能贸然行事啊。要不找你爹商量商量。天都快亮了，大哥还没回来，不会露出破绽吧？大哥，丁晓峰没起什么疑心吧？他那么想要无极剑，当然不会看出破绽。嗯，而且父亲最会煽风点火，咱们的第一步棋算是成功了。嗯。哼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狄仁飞不仅盗剑，而且还行凶袭人，简直就是目中无人。对，要不是央铁梅那个老妖婆在背后唆使，他狄仁飞敢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央铁梅竟敢明目张胆地踩在我头上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他。爹，我觉得这件事大有蹊跷，央铁梅再怎么狂妄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事，恐怕是狄仁飞别有居心，故意制造矛盾。废话，狄仁飞是仙宝的大弟子，就算不听央铁梅指使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找不回无极剑，我就血洗仙宝。爹，还是跟钟道长商量之后再做决定吧。南海派我说了算，你马上召集众弟子，即刻行事问罪。师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敲响震天锣？丁掌门带人来攻打仙堡了。那丁少侠来了吗？来了。哎，师姐。派狄仁飞夺得武极剑，然后又唆使他刺杀我的儿子，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将你的仙宝烧为灰土。想闹事就别找那么多借口，
就凭你还灭不了我仙宝？灭不灭得了，要打得过再说。我今天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拿回无极剑。狄仁飞，你昨晚不是放话说要让我屈辱地死在无极剑下吗？不是要让我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到活过来再死一遍吗？现在怎么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说话了？混账，我何时说过这般话？还说昨夜我去找过你，栽赃嫁祸你也要有个度。你要有本事就站出来跟我一战，少在这儿用肮脏龌龊的手段破坏我仙宝的声誉。哎哎，说你是盗剑贼那可是表扬你啊。哎呀，这个贼啊还有贼的道义呢，你要是不肯认罪，害得宗门血流成河，恐怕连贼都瞧不起你啊。哼，他尽得央铁梅真传，耍赖无耻自然也不会差。你要是不认罪，那就打到你认罪为止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这么嚣张。好，那你我就单打独斗，顺便解决一下百年的恩怨。既然你们想自取灭亡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公主，娘，爹，公主，爹，公主，娘，公主，丁小峰，都怪你。把我爹弄哪儿去了？别吵了。我真替丁隐和杨瑶池感到悲哀，当年他们还有资格与我一战，可如今你们居然连我一招也破不了，不觉得惭愧吗？你趁人不备，你算什么能耐？有本事咱俩面对面的打一场。卑微的蝼蚁还大言不惭地想要铲除我，等你们有本事逃出去再继续做梦吧。现在你爹和我娘都被血魔掳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想办法救人啊？想救人就得先拿下狄仁飞，要不是你借故闹事儿，人怎么可能被血魔掳走？若不是你事先偷走无极剑，我爹会带人来火拼吗？我呸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是看不惯我和红雪成亲，故意找茬闹事儿，那又如何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血魔的内奸。说，把无极剑藏在哪儿了？大师兄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勇于认错，才能让两派联手起来。要不然你把无极剑还给南海派吧。别胡说。狄仁飞，你看，我说就是你盗的剑吧。好，我承认，是我让飞天蜘蛛去盗的剑，但是剑已经被别人给抢走了。我原本啊，还不知道是谁盗的剑，现在看来啊，应该就是血魔。你就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你干脆说是血魔扮演的你刺杀的丁晓峰，就是为了挑拨两派的冲突，趁机绑走两派掌门。你在这胡说八道挑拨离间到底什么目的？我说了，剑是我偷的，其他的事跟我没关系，你爱信不信。丁少侠，虽然我大师兄有错在先，但是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团结起来，毕竟救人要紧啊。
二步棋也成功了。嗯，没想到我没有抓到血魔，却已经冒充了他两次，想来也是大讽刺了。可大哥的目的是为了行善，希望这一次丁刚和央铁梅可以从中得到教训，也不枉我一番苦心，让他们两个在魔洞里面患难见真情吧。大哥，这次两派可是被我们搅成一锅粥了，我们可不能管杀不管理啊。走，这就去收拾残局。嗯。这有谁啊？钟道长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是能不能成功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只要能救回我爹和杨堡主，不管多么困难的事我们都愿意去做。对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仙宝派也愿意听从道长的安排。那好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，如果到时候赖账我可就撒手不管了。道长放心，只要办法可行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的办法就是从两派当中选出心意相通的两个人，使出双剑合璧。就可以铲除血魔，救出两派的掌门人。我们南海派愿意放下私怨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对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大师兄，道长，只要能救回我们堡主，我们愿意接受试炼。以你的修为想突破这结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你除了说风凉话你还能干什么？难道我像你一样站在这儿等死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在等死呢？你阴阳怪气的，难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说出来，咱俩商量商量，然后一块打出去？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先杀了你，再自己逃出去。你疯了吧？就算你真有本事杀了我，凭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打出去？哼，不就是个结界吗？他也想困住我。我只是不想辜负了钟云飞的好意，才留在这儿的。哼，是血魔抓了我们。关钟云飞什么事儿啊？无知的蝼蚁。嗯，如果真的是血魔抓了我们，那我又是谁？你，原来你是血魔。我就是拼得一死也不能让你阴谋得逞。这也太可笑了。非自作聪明，居然冒充我制造事端，想达到两派同仇敌忾的目的。我一定要让他尝尽苦果，尝尝被愚弄的耻辱。钟云飞，当你发现是央铁梅杀了丁刚，我看你还怎么让两派再合作？树下圣武仙剑，青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剑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道长，若能替我解穴，我请求一试。红雪，我来。丁晓峰，我来跟你试。
多谢道长替我解穴。这个剑法虽然奇特，想使出最后两招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它靠的不是天赋，也不是努力，而是那么一丝丝的机缘，而这个机缘就是心意相通。为了救出我娘，我愿意放下所有偏见。可是你为什么会选择丁晓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红雪姑娘，缘分有时候确实是说不清楚的，大概是因为他见过我最狼狈的样子吧，所以在他面前再怎么出丑狼狈我都觉得无所谓了。如果不能及时毁灭，恐怕人间在劫难逃。但愿钟云飞能早日找到心意相通之人。天地一人一妖一阵一梦魇，他山边海无界无缘限。